然后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我们的师哥松木子，介绍一下哈，这个地方是办公室的一个进门，然后这个后面是一面非常大的玻璃窗，玻璃窗外有非常就是美丽的景色，对 CBD 啊，十几楼啊，那些对对对，非常非常顺利哈。然后这个对对对，然后剩下的这些道具比较简陋，大家自己想象一下，好吧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
见还是那么的美丽。夫子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有你。两位能不能停止回忆？怎么了？啊，能听出来啊，两位是有故事，但是我们今天只谈收购的事啊，因为我有点着急。不着急吗？我告诉你严总，我宋子想要的东西今天就一定要拿到。那宋总今天恐怕是要失望了，世纪大厦我们势在必得。江总，恕我直言，你们两家公司的业务压根他就不匹配。哎，好，气氛顶起来了啊。宋总现在是在教我做事情吗？不是，这气氛顶哪去了？这气氛呢？俊俊，其实我好担心你，你看这严嵩长得那么的猥琐。宋总，你看看你自己吧，你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我需要好好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方案。连接，三分球来了。好帅！两位，这球我先没收了啊。那个，我们能不能谈正事啊？江总，您刚才这是谈判技巧啊？宋总，您刚才这一头是？压他一头。哦。去。买瓶水去，你也去。这里有水啊！我要喝冰水。收到。好，那我就喝冰水。两位，那个如果各自不确定的话，可以给各自的股东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谁？我需要和谁确认？好，就喜欢宋总您这种果断。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果断吗？我不想知道答案。因为木子集团是我单身一人创立的。提升企业的价值呢，我单身一人前往国外深造。你单身这有点明显，所以不管你出多少的价钱，我单身一人就能决定。那您的意思是单身？我多疑问。江总您呢？是这样的，远见集团呢旗下有非常多的子公司，善于资源整合，这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优势。好，我们终于说到点上了，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我也单身。我也单身。那我们三个单身人士能不能聊点正事儿？没问题，严总。我其实特别看好你们公司。哎，福尔过来。哎，有一点我是万万没有想到。您说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当年鞍山二中的冰上玫瑰，居然还是单身一个人。什么什么冰上玫瑰呀？哪有玫瑰的事儿啊？严总，题外话就不要多说了，继续不说话。哎，江总，你麻烦给我解释一下这个。啊、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当年鞍山铁西区的红公枪冠军到现在了还没有女朋友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说啥？因为我已经在等一个人。那个，你也等了他好久好久。干拔呀！难道我冰上玫瑰回来了？回哪去了？这是啊，木子同学。严
小城哪里啊？广西柳州。哦，国际化的大都市。下中午晚八点的火车，你会来送我吗？我会来送你的。好，我会来送你的。一定要来送我。我一定会去送你的。但是没有。当年我真副总呢？报价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一个亿了是吧，林建？副总，到报价。两个亿，两个亿，三个亿，五个亿，八个亿，十个亿。我送给你。这送我自己什么意思呀？林建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当年我去。真的去送你了，我带着个红缨枪去的。可是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应该坐地铁，我过不了安检。你等会儿，你就不能换个交通方式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跟我解释，你联系我呀。我联系不上了。联系不上我，那你有功夫在 QQ 空间发别的女孩洞察夜的照片？什么洞察夜的照片啊？你还给我借钱了呢？我 QQ 号被盗了。你没有借吗？我借了，借完你就给我拉黑了。那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怎么那么傻呢，远见？我怎么知道？万一呢？万一那个人是你呢？那万一这还有个我呢？哎呦，快点吧！来，张总，张姐，张姐，我不明白，什么叫过去就让它过去，什么叫算了就算了，我过不去。不是，我今天我们就再忍，我还爱为什么要让它过去了？我就要弥补当年的遗憾，怎么了？我就要弥补，那谁来弥补我呢？我来，我来，别说谁来，快！哪边？哎，就在这儿。这送公司你干什么？你花了十亿，十亿呢？十个亿怎么了？今天我就花十个亿，换我下班了，我不想再失忆了。哎，两位，那我就 OK。你快点，好的好的。对，怎么弥补我？嘘。